林信，明天面粉该买了。什么？愣什么呀？想什么呢？几点了？8:30。刚好。什么刚好？哦，小伟做完作业了，刚好去检查检查。把枪放下，走。杨队，这么晚了还跑这么远来？这么晚了你来干什么呀？杨队，你别让我为难。我让你为难？你到底来为什么事儿？杨队，杨队。看来你得给嫂子打个电话，晚上你不能回去了。让我进去。哎，刘队交代过了，你不能进去。我要见杨队。现在正在审讯，谁也不能进去。小安子，别为难我好吗？杨队，抽颗烟吧。常规了吧？用我还来这一套？想问什么你就说。杨队，看来我们要长谈了。你放心，我会配合你的。刚才那个房间是你的吗？我是跟彭兰去的。为什么要跟踪彭兰？彭兰是陈永刚的老婆，我以为找到彭兰就能找到陈永刚。你是怎么跟踪彭兰的？她一直被关在招待所，就是今天中午才从我们的视线中逃脱。彭兰是个很重点的人物啊。那你为什么不报告？你知不知道警局出动了4辆车、20多名刑警，整整找了他一天？徒弟，我告诉你，我怕打草惊蛇，所以你就自己去了。结果呢？还是给跟丢了。我以为我能抓到他。杨队，我告诉你，刚才我们已经做过鉴定了，那29万就是信用社丢的钱。哼，我猜到了。你肯定会说，你不知道刚才的那个房间里藏了20万吧？我确实不知道。那如果知道了，你会报告我吗？这是我的思考，我的判断，我有必要一一向你汇报吗？杨队，你知不知道你已经让我很为难了？这个案子是我负责，我现在怀疑你到底是为谁工作。刘队，我也告诉你，当我坐在这儿，我就知道这29万肯定落在我的头上。杨队，你是名老警察，法律常识你比我清楚，所以你必须接受检查。我也没办法。满昭，
注意纪律，杨队必须接受审查。刘队，你不觉得这太可笑了吗？五幺幺大案我们查了多久，费了多少心力，杨队带着大家连夜开会定制方案，多少天都没有好好的睡过，你现在居然能说出这种话。那你告诉我，杨帆那20万是怎么回事？杨岭东又是怎么解释的？绝对跟杨队没关系。就算那20万跟杨队没关系，那这29万呢？我告诉你，安昭，并不是我要怀疑杨岭东，是现在所有的证据都指向他。就拿彭兰的事来讲，彭兰告诉我们大眼让他出去的，可是彭兰跑了以后，我们所有的人都找不着他，而杨岭东却在跟踪他，这其中的道理你不明白吗？如果我另一个判断成立的话，杨岭东就是大眼，他把我们全骗了。你胡说！安超，你知道外面的人都怎么说我们吗？啊，人家都在说511大案为什么破不了，就因为凶手本身就在公安局。如果查案子的人就是作案的人，那511大案永远都破不了。你别说了，不可能。安超，我告诉你，杨岭东现在是我们的重大嫌疑人，我警告你，以后少和他接触。如果让我发现你们继续往来或者给他私通消息的话，后果你自己承担。出去。刘队，你听我说一句，最后一句，最后一句。我刚进警局的时候就听说过那个故事，那个故事曾经感动过我。如果你还记得杨队曾经救过你的命，如果你还记得，那么请你不要怀疑他。无论现在别人说什么，无论现有的证据对他有多么的不利，请你都不要怀疑他，至少在心理上不要把他当成一个罪犯。我的话说完了。大臣，这次你可得好好出口恶气了，大眼儿已经出现了。真的？谁是大眼儿啊？你还不知道啊？现在老百姓都在偷偷议论511大案为什么破不了，这破案的人就是作案的人。你说那帮公安？杨岭东啊，早被停职了。你说杨岭东是大眼儿？哼，你也吃惊吧？啊，我不信。这首先声音就不对啊。怎么样，我还可以学鸟叫呢。你学的这不像鸟。我呀就是那个意思，这声音是可以装出来的。我还是觉得他不太像。这首先杨队长他一脸正气，他怎么会是罪犯呢？哎，你说哪个罪犯在头上刻上罪犯两个字？我还是觉得他不像。对了，直觉，直觉，我就是直觉他不是。那咱们赌一把。怎么赌？哎呀，该知道的时候你自然就知道了。
吴老三呢？一切按你的计划进行，你就等着看戏吧。25，啊，哎，那就是这颗了。这是25吗？哎，你不是说是第25颗吗？你说了多少次了？25颗。啊，是啊，是这儿吗？第25颗就应该在这儿，是不是第25颗？应该是啊。那就挖。真挖啊？当然得挖了。挖了。挖挖挖，挖挖看看。要不是怎么办？不是，你得挖挖看。哎，有了，找到了，这找到了。嗯，给我。给我。哎，怎么了？接着挖呀。接着挖，我就埋了这一袋钱啊。就这一袋啊？谁证明你只埋了这一袋啊？不可能，我就埋了这一袋50000。我告诉你，你要不往下挖，我就怀疑你下面埋的还有钱。不可能，下面不会。挖挖看看，你挖也没有啊！你个挖，这不白挖吗？挖了挖，会有东西，不可能再有东西了。这能有吗？这什么呀？三哥，真有东西啊？真有东西吧？这是什么呀？这是，三哥，这是什么东西啊？好啊，陈永刚，你小子还藏军火啊你？这不是我藏的，不是你藏的，谁藏的？这真的不是我藏的呀！我告诉你，陈永刚，这钱是你埋的，枪不是你藏的，真不是我藏的。我要藏的是这个，我这怎么可能是我藏的？哎，真的不是你藏的？不是，可谁相信呢？不是，你相不相信？这也不是我藏的，这个我私藏军火，你小子最大了。那怎么办啊？怎么办？这样，我替你想个办法。
吕东，你回来了。老杨，关干什么的？刘队，杨队家好像出事了，我现在正往他家赶呢。怎么回事？刚刚嫂子给我打电话，好像家里出了大问题，好像事情挺严重的，她让我过去。发生什么事了吗？我也没听清楚。好，你先过去，我马上就到。嫂子，嫂子，嫂子，杨队，嫂子，三哥，哟，你找我有事？马老板，来来来，坐。坐坐坐。没别的事儿，就是想啊，请你喝茶。喝完了，有什么事？陈永刚那个冤大头已经把什么事儿都做完了，咱们现在就等着看杨岭东的热闹了。哦，哎，餐厅的股份我会给你的，那钱什么时候到位？什么钱？要洗的钱。三哥，你是不是有什么办法了？要是没有的话，这事先别提。你的意思是说，我要是想不出办法，就永远见不到那笔钱？你说呢？行，我找不到好的办法，我再也不提了。三哥，都说这里的茶不错，
来，喝一杯。哎，醒了，拿枕头。你觉得哪儿不舒服？没有，没事。安超，你怎么倒在杨队家里？发生什么事了？我当时在杨队家里，看到嫂子正拿着一把枪，情绪激动地跟杨队说着什么。他一看我来了，就告诉我，这把枪是杨队放在家里的，问我该怎么办。我正在劝他，结果杨队就冲上来，一把把枪抢过去了。他就开枪打了嫂子一枪，然后就把他拖走了。我本想拦住他，结果他就给了我一枪托，我就什么都不知道。这么急的把我叫过来有事吗？我才不想见到你。我知道你恨我，但是我不会怪你，但是我希望你理解我，我是警察，我必须得这么做。你要真没什么事的话，我先走了。玉振，你站住！我知道你愿意来，并不是为了来见我，你是想知道陈永刚的下落。不是，我就是来看看你。毕竟我们之间有误会。我们误会？我跟你之间配谈我们吗？我配跟你有误会吗？你别以为我会伤心。我蓬莱什么没见过，男人的欺骗，男人的打骂我见得多了，我要是还为男人伤心，我就是天底下最大的傻瓜。我希望你相信我，我对你没有任何恶意。我知道陈永刚还有一个藏身的地方。傅爵。哎，安超，来，过来坐这儿。有没有伤着你啊？没事儿，杨队没真的打我。啊，傅爵，杨队设的这计好是好，可我就是怕……怕什么呀？怕大帅于震他们捣乱，他们可什么都不知道啊。你别想那么多，是吧？正常反应就是了，该怎么办怎么办？有适当的机会呢，我会跟大帅于震他们透露一些情况。这个计划才刚刚开始，走一步看一步。哎，安超，你跟杨队接触的时候一定要保密，明白吗？是。啊，安超，
还有具体几项工作，我要跟你交代一下。回来了。这是陈永刚的另外一个住址，他现在应该就在那儿，马上对他实施监控。这是彭兰提供的。哎，你还真有本事，把彭兰的话套出来了。想什么呢？带我找点什么呀？不，你先告诉我，你怎么到这儿来的？谁告诉你的？你别管谁告诉我的。盛英红在哪儿？谁是盛英红啊？我老婆。你老婆去哪儿？我哪知道啊？我自己老婆去哪儿我都不知道。变聪明了啊？别跟我耍滑头。耍滑头你耍不过我。你先告诉我，你现在什么身份？是刑警队长还是逃犯？你觉得我什么身份？你总得告诉我你是谁吧。哼，我告诉你啊，白天我是警察，晚上是逃犯，怕了吧？怕。你干嘛整我呀？我你应该知道我找你干什么。我不知道。开枪！开枪！来，马老板，请。你好。这就是我们的娱乐城，怎么样，够气派吧？啊，对了，九儿，你老公啊，以后就是咱们娱乐城餐饮部的大股东了。三哥，电话。哎，你们两口子就等着发财吧！啊。明信，咱们哪有这么多钱承包这种地方啊？三哥说了。看咱们俩的情况再定，先把这个承包给咱们，以后每个月慢慢还。这客人真讨厌，换了好几杯。你就先对付一下。明信，咱们还是回去吧，这个地方让我觉着不舒服。咱们承包的是餐饮部，又不是娱乐城，你放心吧，咱们挣的钱呢都是干净的钱，那种钱呢咱们不惦记啊。别怕。哎，啊，走吧走吧，我带你们到餐饮部看一看啊。啊，好，走。啊，好。哎，看看这四个字，不错吧？是不是有点意思？哦，对了，这是楼上，楼上有38个包房。很气魄的，来来来，看看这边，这是我们开放式的厨房，可以吧？啊，看看。这次局里可是下了大决心了。当时为什么不开枪？你要是开枪，我们完全可以抓住他。小安子，我知道你对杨队有感情，不愿意向他开枪，这一点我可以理解。但是我希望你知道，
你是一名警察，而杨岭东是犯罪嫌疑人，在这样的前提下，我希望你端正自己的立场。我承认，由于我没有及时开枪放走了杨队，可是我就是没有办法对他开枪。再说了，我们现在虽然怀疑杨队，可是没有真正的证据能确定他有罪，我凭什么对他开枪呢？那你得协助我们抓捕吧。我真不明白你是怎么当上警察的。我承认我工作有失误，但是我不觉得我这样做有什么错。如果换了你，你能对杨队开枪吗？小安子，我们是人民警察，不管是谁对这个社会的安定造成威胁，我们都要毫不犹豫地抓住他，希望你明白这一点。我不明白。你好。爸，要不然你现在就过来吧，老三马上就到。安局吗？三哥，嗯，有位先生找您，请您过去一下。谁呀？不认识，一位先生。到底什么人呢？啊？从来没有见过。哟。杨队呀，什么风把您给吹来了？怎么着，见了我你是惊喜啊还是惊奇啊？惊喜，惊喜。别跟我废话，把我老婆弄哪去了？杨队，您看您这话说的，我把您老婆弄哪去了？这话让别人听见可不太合适。老三，你跟我耍滑头是不是？你是聪明人，你是跟我合作还是跟陈武刚混，你心里应该有数啊。人呢？谁呀？杨岭东啊。杨岭东怎么了？怎么了？你说怎么了？你怎么了？我昨晚喝多了，摔了一跤。没有，走。杨岭东怎么知道我们会来这儿？谁走漏了风声？嗯？那现在怎么办？还能怎么办？回去。刘队，我们每一次去抓杨岭东，都让他从我们眼皮子底下给跑了。我觉得这事儿有点不对。他怎么会跑得那么快？我想这中间是不是有人通风报信？那你认为会是谁呢？反正我已经说得很清楚了。
走了，小丸子。啊，走了。啊哎，下班了。啊，下班了。是回招待所吗？咱们俩正好一路。嗯，我不住招待所了。为什么？啊，我看咱们这案子一时半会儿也结不了，我总住招待所也不像个家的样子，干什么都不方便，我就出去租了个小平房。哦，刚租的。啊，那你乔迁之喜啊，不请我过去坐坐？这算什么乔迁之喜啊？再说什么都没收拾，乱七八糟的，等我收拾好了一定请你去啊。哎，你住的地方在哪儿啊？我过去看看你。我收拾好了一定请你去，我先走了啊。你跟踪我？什么话？这不是你搬了新家了吗？乔迁之喜，过来看看。哎，这屋干嘛呢？仓库，房东的。我看看。仓库房东的。这儿弄得挺不错的啊。你什么意思啊，于震？我没什么意思。这两份饭给谁买呢？想吃你拿走。这屋干嘛的？我卧室。卧室？我看一眼。这是我的卧室，你不能进去。我看一眼。你不能进去。让开。让开。给我让开。嫂子。嫂子。让开。这把枪。是信用社丢的那把吧。你院子杨岭东手里怎么会在你的手里？我不知道。我什么都不知道。让开。嫂子。千万别激动，嫂子，先把枪放下。我知道你是被逼的，嫂子，只要你指出幕后指使人是谁，我们会保护你的，嫂子。你闭嘴！再说我就开枪了。嫂子，毛腿，把钥匙给我。嫂子，往后退，往后退。刘队，这就是盛英红扔的那把枪，是信用社丢的那把。安超，你知道你做这件事是什么性质吗？涉嫌包庇罪。刘队，你说我工作有失误我承认，可是我诚心包庇那就实在是冤枉我了。我真的不知道家里有人啊，而且就算是我想包庇，嫂子手上有枪，我也得要命啊。说不定你们已经串通好了，谁知道你们背后有什么不可告人的东西。就算是我跟嫂子串通，可是谁不知道啊，嫂子平时就讨厌我，现在她出了这么大的事儿，她怕我抓着她把柄还来不及呢，怎么可能让我知道啊。你屋里没人，为什么买两份饭啊？你吃得了吗？你还好意思问呢。我今天约了同学来我家玩，现在都被你给搅和了。
说不定现在人家还在我家等着呢。进来。我看见风雨路上有人愁，我知道一些机会在等候，都说是灯红酒绿不能长久，我已习惯寂寞的时候。